你这是啥？哇，又是一只面包蟹呀、啊！前几天刚抓了一只，最近这里面包蟹成群，你看它还在这里吐泡泡，它这个腿扒在里边不出来。哎呦，不小不小，哦，哎，还想逃？哎呀，这个抓的可大了，看躲到之处它都得扒着，好沉啊！之前那个吃少了，我们两个人不太够啊，今天再加一摊。这里好淘大货，你看，因为这里是开始口子好的海鲜，出去也来大货来吃，你们知道？我前面刚说完这里淘大货呀，看你们看这是个啥？咦、大海螺蟹在这儿，拿下来不？咦、这手还行哈，怎么样？收了吧。看那里粉红色的花。还有个垃圾，哦，哎，我刚要说这里有个垃圾，什么情况呀？里边还藏了一条八爪鱼，啊，吸力好强，拿下来，看，这个漂亮的花不错哟。看，其实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拍出来，放在海里特别特别的漂亮。这个应该是可以吃的。对，昨天晚上我刷抖音，我看到一个人拍出来了，我感觉他特别特别漂亮，把我馋得要命。然后今天来我就捡到了，输了。垃圾带走，垃圾冲跑了。嗯，这都我的垃圾都没捡呀、啊，带走吧。你们看我发现了啥？这也太黑了吧？咋这么黑呀、啊？你看一动它，它就缩了，又缩成一个小泡子了，好黑的样子。这个这里啊，输了。哟，这大海参多么粗呀！这是，哎，还活，这个也还活，挺长的。哇，不错不错，这个跟刚刚那个一样黑。你看这个，它就白了一些。我还是喜欢白白嫩嫩的这种，但是它这个造型不是很美丽。收了。挑啥自行车呀？哈，这里还有扇贝。吃海参就行了，不能挑人家刺儿。咦，不错呀，很胖。每一个我都夸一夸他们，长得很精致。看这里有蛤蜊，哇，走近一看，还有一个大月亮杯呀。这个大月亮杯壳子可沉，但是肉非常非常好吃，很鲜嫩无比的。哇，这个不小，你们看对比一下，直接就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。收了。猫也罗呀，都在这地方藏着呀。你不行看你怎么能找到它呢？离老远我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大月亮杯，好大呀！出来吧，带走啊！我仔细看看。哇、哎哦，你是不是也看到了？一只会。咦、不是，我刚开始以为是个海螺。大海是一个，不错不错，还行啊，这个头。今天发誓，逮上十来个。这是第四个了还是第三个？第五个。看，这里一个小梭子蟹，哇，不行了！但是这个头还真长不小了，不容易啊。走吧。看这里一个小鱼，哎，还是一个不一个的呢。哎，好鲜活的样子，看这个还会跳舞的，收了。看这边这里有扇贝。现在跑起来了，下面有个小提桶拿的呢，雇一个吃海鲜的，雇一个提桶的，行不行？